看见多元，幸福共好，赞！诚挚的欢迎大家，幸福共好，赞！再次欢迎大家，11月10号9点到下午的1点半，在社头果菜市场，大家共同的来参与我们108年度。彰化县国际生障日圆游会暨特殊教育表扬大会。在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敢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还记得你说坚实力的城堡，随着大山河流继续奔跑，微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相信闪过的光总不怕别人看见，在这里我都能实现，大声欢笑让你我甜蜜眼前，何处不能欢乐无限，抛开烦恼勇敢的大步向前，我就站在舞台中间，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他就把12月3号定为我们国际生障日。那我们也都知道，生障朋友有的他是雨天就带来了，没有办法选择；有的是因为成长的过程中，他这个受到了一些意外、生病或一些伤害，导致他变成就是说啊、变成我们的这个残障朋友。那但是呢，说真的，他们呢对于生命的一个追求是大家都非常感动的哦。你看，像我们几位理事长哦，虽然这样，但是他们负有非常大的使命，怎么样让他们这个团体里面的伙伴们都能够得到最好的照顾，都非常的努力。那刚刚呢，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年轻朋友们的这个表演，我们都看得到他们的一个才华哦。那所以说，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生障日也突破过去，我们把社会处跟教育处两个合并起来活动，一起来实行。那这次我们总共表扬了306位，对于我们包括从学校，因为我们都知道哈、哦，身上孩子们从学校这边怎么样让他们有最好的照顾，那我们看到教育界非常多的校长、老师以及志工朋友们，真的是无怨无悔的在这个区块上的一个用心，所以我们这次总共有表扬了306位哦，这包括了我们有这个26个学校以及得奖的绩优的26个学校。还有11个特别奖，有守护天使社团组跟个人组有85位，特殊教育学生的奖学金也有51个，支付这个优异的这个学生特殊表现有4个，精进特殊教育教学品质研发的也有特优的5位，那童话新世界绘画比赛，各组前3名有42位，所以我们这次总共表扬有306位。那特别是一个在我们湖东国小的这个孩子哦，本身是中度的这个障碍的一个孩子哦。那但是呢，他还是一样非常的这个厉害哦，在同年107年不但得到模范生，而且呢，他在这个田径
境上面，他在这个绘画部分都得到双料冠军哦。我想我们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第一个让我们更多的人来关心我们的这个身障朋友们，也希望就透过大家关心，让身障朋友们能够更方便、更这个融入到我们的整个一个社会上面。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有非常多的身障关心身障朋友们的老师也好，志工也好，我们也一并利用这个机会来谢谢他们哈。那就期许说社会各界，我们一起用更开阔的心，然后一起来关心我们的身障朋友。当天呢，除了表扬，还有我们的这个云游会哈。那云游会里面有我们各个身障这个团体的这个他们的一些手作的一些产品，也希望我们更多的乡亲一起来参加云游会，来鼓励我们这些身障团体，一起来关心他们。那在这边，我想还是要再次谢谢长期以来对于我们身障朋友们出钱出力的跩好朋友哈。感谢你啊，祝福你来出路多开路多，继续探高千千万万倍哈。爱记的探着钱，我们再来关心。做更多功德，关心更多的身障朋友，一起让他们也能跟我们一样这么快乐，这么幸福。水上重建协会的我们的江理事长，来我们中间这一下方的这一块牌子，邀请我们的江执行长一起为我们颁出。好，谢谢，机会平均的，谢谢。好，来我们比较高大一点的，我们的蒋昌华理事长，盲人福利基金会蒋理事长，来最上方的。充分参与，我们希望可以让身心障朋友们可以共同来参与更多的事。我们邀请自闭症肯纳家长协会的吴慕宏理事长，也为我们翻开最上方的牌子。社健多元，幸福共。